六十年的沧桑，凝聚六十年的力量。郑州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立足中原大地，根植华夏沃土，以豪迈的姿态迎接灿烂的明天。继往开来，开拓创新。郑州锅炉股份有限公司，原名郑州锅炉厂，始建于1945年，中国中西部地区最大的锅炉生产厂家，具有 A 级锅炉制造许可证、三类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证和一级锅炉安装证。公司在2002年搬迁到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，2007年又在郑州市荥阳开发区建立了占地25万平方米的第二厂区，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好、更高的平台。现在的郑州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职工1500多人、工程技术人员376人、高级工程师47人，具有年生产工业锅炉、电站锅炉12000整吨、压力容器16000多金属吨等9大系列、200多个品种的生产能力，是国内从事锅炉生产的一流大型企业。自主创新，行业领先。郑州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坚持科技创新的经营理念，注重新技术的引进和新产品的开发，与中国科学院、清华大学、西安交大、华中科技大学、上海理工大学等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长期合作，使集团的技术力量不断攀升。郑州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还大力鼓励员工自主创新，为员工提供科研资料和设施，使公司产品的科技含量始终处在领先地位。郑州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先后被授予省级技术中心、科技创新示范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郑州市锅炉容器技术中心等称号，获得国家专利5个、部级节能产品奖和部优产品奖4个、河南省推荐节能产品奖4个、郑州市优秀新产品奖8个、其他各类奖项多个。节能高效，设备一流。郑州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按一流锅炉制造企业标准装备1200台套各类生产设备，其中主要生产设备428台套，包括1600毫米和800毫米两条模式臂生产线、蛇形管生产线、模式省煤气自动焊机、100毫米数控卷板机、14米燃煤气台车式热处理炉、自动焊操作机、成排弯管机、中频弯管机、电弧螺柱焊机、9米刨边机等先进设备，使公司的产品类别更加完善。公司还配备了国内最先进的检测设备76台套，主要有电磁恶碳伤仪、万能实验机、金像检查仪、 X 射线探伤仪、力学纵向探伤仪等设备，确保产品制造质量。专业品质，质量先行。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，更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基础。郑州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充分认识到产品质量对一个企业的重要性，始终坚持贯彻一条主线、3个支撑的方针，确保锅炉及附属设备的整体质量和运行效果。郑州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在产品质量上的不懈努力得到了高额的回报，在1999年一次通过了 ISO 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，2002年取得了国际认证联盟质量管理认证证书，并顺利通过了国际质量管理体系2000版换证。2008年，
公司获得了同行业在国际上最权威的 ASME 质量体系认证，并先后获得机械部设备管理优秀单位奖、河南省质量管理奖、全国锅炉行业用户评比质量、信誉、服务最佳奖等荣誉。科技领先，缔造精品。郑州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在成立数十年来，为国内外众多用户提供了大量的优质、高效、节能环保锅炉产品。主要产品有硫化床锅炉、余热锅炉、链条炉排系列锅炉、生物质锅炉、燃油燃气锅炉、一、二、三类压力容器、50到600兆瓦电站锅炉布套。经过多年研制开发，我公司已逐步形成了多个燃油燃气锅炉产品系列，主要有 WNS 1到15吨每小时卧室快装蒸汽锅炉、 WNS 0.7到10.5兆瓦热水锅炉、 SZS 10到35吨每小时快组装蒸汽锅炉、 SZS 7到29兆瓦热水锅炉、ZG20到130吨每小时燃气电站锅炉等。我公司与德国技术合作开发的 WNS 系列燃油燃气锅炉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，处于国内锅炉行业领先水平。该型锅炉采用国际流行三回程结构、波形炉胆结构、螺纹烟管结构、湿背式结构、燃烧式大容积设计，使燃烧更加充分，配置自控性能良好的进口燃烧器，实现全自动化操作。我公司开发的 SZS 系列燃油燃气锅炉为双锅筒纵置式地形布置水管锅炉，该系列产品结构紧凑，占地面积小，火焰充满度好。炉膛采用模式水冷壁结构，锅炉整体采用全封闭焊接结构的气密性内护板，炉墙密封性好，锅炉布置受热面面积大，设计有足够大的气水空间，保证锅炉参数稳定。采用快组装结构，整合锅炉设计，在刚性很强的底座上安装，运输方便。根据需要，尾部布置烟气冷凝回收装置，能有效控制排烟温度，锅炉热效率高。采用全自动燃烧器，集水采用连续电动调节，燃烧效率高，并具有多重保护功能，运行安全可靠。 ZG 型燃油燃气锅炉整体布置为前吊后支派型布置，水管系统过热器全部悬吊于锅炉顶板上，省煤气、空气预热器支在尾部钢架上，方便于检修。因为该锅炉燃用油气，因此装设有可靠的点火程序控制和熄火保护装置，并且有下列功能的连锁装置：炉膛四周为全模式壁结构，密封性好，本锅炉各部分受热面之间都有充分的检修空间，利于锅炉的检修。燃烧器的布置范围比较大，特别适合油气两用的用户，在燃油燃气切换时不用停炉。我公司开发的燃油燃气锅炉最大吨位1到每小时75吨，国内第一台每小时35吨燃气锅炉由我公司生产。现在我公司产品不但遍布全国，更出口到东南亚、中亚、非洲、欧洲国家。尽善尽美，用心制成，诚信相待，共谋发展，这是郑州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永远不变的服务准则。郑州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专门建立了销售服务中心，实行110服务，质量保证期、产品终身服务、项目经理负责、定期回访等制度，切实做到让用户买着放心，用着省心，永远舒心。郑州锅炉集团能有今天的规模和成就，除了几代中国人的不懈追求和努力，与社会各界朋友的关心、帮助、支持是分不开的，更得益于广大客户对郑国、对郑国人、对郑国产品的信赖。在此，
我代表郑州锅炉集团全体员工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我们遵循产品就是人品，顾客满意是企业的责任的质量方针，想顾客之所想，做顾客之位做，用一流的技术，严格的管理，过硬的产品，周到的服务，努力使广大顾客满意。我们愿意通过各种形式、各种渠道与您、与您的企业携手合作，共谋发展。郑州锅炉股份有限公司。